今日电影《沉默的证人》宣布定档暑期，并且首发预告片电影《沉默的证人》由张家辉、杨紫、任贤齐等主演。那么电影《沉默的证人》讲了什么故事？电影《沉默的证人》首发30秒官方先导预告片，紧凑快剪中开启争分夺秒的玩命游戏，张力十足。张家辉、杨紫、任贤齐、Cora 等主演纷纷亮相，其中曾在电影《情圣》中有精彩表演的克拉拉在曝光预告片中造型特异，再次颠覆观众心中的形象。电影讲述的是法医陈家豪，张家辉是与实习生法医乔林，杨紫是。在晚无意间与 Santa 任贤齐氏带领的三名悍匪展开一连串生死博弈的故事，将于2018年8月暑期上映。30秒先导预告中最大亮点就是让人窒息且无处不在的紧张感，张力十足的音乐，可以刺激的枪战动作场景，缓缓紧扣，真相未明，让不少观众肾上腺素飙升。而快速的倒计时效果更让观众提前感受了一把电影的紧张刺激。对于最近一直活跃在贪玩蓝月的家长辉，这部剧你觉得怎样？